胡哥，我准备买人生第一台车，相中了丰田凯美瑞和大众帕萨特。个人认为凯美瑞抗造，帕萨特高档，所以一直很纠结。想问问你，综合考虑哪个比较好，打算长期使用？其实啊，这两款车凯美瑞和这个帕萨特一直都是 B 级车里卖的非常好的，只不过是啊，前几年中保研测试这个帕萨特呢创机不是那么太合格，导致的销量下滑。但是这几年新款上市之后改变改动了很多，所以说 A 柱 B 柱上啊加强了，车身更加安全了，所以说销量慢慢回缓了很多，这个还是不要顾虑的。那么这两台车主要差距在哪儿呢？丰田凯美瑞定位就是居家风格，包括外观内饰性能质感都是居家风格，而这个大众的这个帕萨特呢，它定位就是商务风格啊，这个外观更加的沉稳高端大气，属于社会精英。尤其是跑高速的时候，帕萨特呢底盘非常沉稳，隔音做的比较好，比较扎实，操控比较好，动力也比较好，驾驶感受比较好。而凯美瑞呢跑高速比较松散，隔音也不好，动力也没有帕萨特那么好。那么既然这样，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凯美瑞的销量一直那么好呢？其实有一个大大的问题一直都俘获着我们国人的心，只需要这一点就足以让很多国人为他去买单，那就是他发动机变速箱的耐造性可靠性非常高。所以说很多人买车为了都想买个质量好一点的长期使用，就选择了这个凯美瑞。其实他这优点是在这儿，缺点就是说像我刚才说的隔音不好啊，跑高速底盘扎实感不好啊，加速动力不好啊，是不是？所以说优点缺点是并存的。但是很多人也为了牺牲这个宁愿去买一个发动机靠谱的一个凯美瑞，就是这样。那么这两台车到底该如何去选择呢？凯美瑞有 2.0 升的还有 2.5 升的两个排量，当然还有混动我们就先不说。 2.0 升的自然吸气呢，它匹配的是一个 CVT 变速箱，而 2.5 升呢匹配的是一个爱信 8AT 变速箱。所以说从变速箱的感觉选择，那必须选择爱信 8AT 嘛，它这个变速箱更耐造更皮实，抗高扭矩，操控还好，加速还好，成本也高，比你的 CVT 要好很多。并且动力上呢，发动机 2.5 升也要比你 2.0T 要好很多，虽然油耗呢就高出一个油耗，但是它性价比高，尽量选择 2.5 升这款。那么迈腾如果选择呢，它同样有 1.4T 还有 2.0T 的涡轮增压两个版本。 1.4T 呢是不建议大家购买的，我在视频里多次提到，它匹配的是一个不仅仅是个干式双离合，而 2.0T 它匹配的是个湿式双离合。这个干式的就好比一双手在这干磨，在市里走走停停的时候它容易高温，并且它是靠风冷，你经常跑高速没事，它有风降温，没事不高温。如果在市里走走停停它没有风了，它哪来的降温呢？所以说一高温则容易顿挫异响。而七档的湿式双离合呢， 2.0T 里面用的那个，它在浸在一个润滑油里面，它的热量都被润滑油带走了，所以说它散热就好，就避免出现一些高温的迹象，不高温则就很少出现顿挫还有异响的状况，这个情况。所以说选就尽量选这个 2.0T， 不仅仅是差这个变速箱，而且啊这个 2.0T 是大家都知道，大众它有两款发动机，一个是 EA888 还有一个是 EA211， 就这两款发动机。 1.4T 呢采用的是 EA211 发动机，它是什么朗逸呀宝来呀速腾上面用的那个发动机，而 2.0T 采用的是高端的 EA888 发动机。所以说发动机上又差一个等级，再一个你没有必要说花个 B 级车的钱买个紧凑级车型的发动机吧，所以说性价比低，并且变速箱也差很多，买就得买 2.0T 的。 2.0T 有330还有380啊，你自己随便去选择，330家用代步也够用，动力很强悍，而380的动力觉更好一些，就是差在这儿。再一个大众帕萨特的 2.0T 第三代 EA888 发动机，年头多了或者是公里数大了，它会丢机油的，并且会渗机油，这点呢还是不如凯美瑞的发动机那么靠谱，那么耐用的皮实耐造。所以说凯美瑞选择 2.5 升的，而这个帕萨特呢选择 2.0T 的，就是这样。其余的外观内饰，至于你是如果经常跑长途出差有什么商务活动，尽量选择帕萨特，它那种高端的气息商业气息很浓重。如果是居家使用的话，机油方面还是说凯美瑞更好一些，不经常跑长途还是说是凯美瑞更好一些，并且各有优势。家用呢，如果是长期使用10年8年的，还是凯美瑞更加耐造一些，发动变速箱更靠谱。所以说这两台车呢各有优点和缺点，主要是看你需要去选择。如果你是上下班
是不是、啊、给机关单位上班还是帕萨特更有档次。如果是咱就是普通做买卖家用啊，凯美瑞更适合，就是这样。那有没有开过或者买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或者是对我说的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拜拜。